这是一个实体物啊，这是一个实体物，把这个边再画，再画清楚点，再画重点。这是一个实体物，实体物周围都有点回旋剂。比如这个实体物在运动，它从这边往这边挪，啊，叫实体物从这边往这边走。这儿呢，它有一个界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啊，这个实体物往这边挪的时候，实体物还没到这个界限。可它周围回旋剂已经到了，啊，已经到了，在空间它可以有这个特性，在空间可以有这个特性。那么在时间上呢，它同样有这个特性，它同样有这个特性。我们因为感觉现在这个时间这一刹那，我们这个实体物这个样子啊，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它里边，它里有时间的变化的整体，那、时间变化整体，这个时间变化整体呢，我们可以用来补充啊，这个时间结构，一个从小的，一个小的，大的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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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的，它这一个再大的。这一个发展过程，时间从小变大，从小生到大，小小小小小一点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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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了以后的话呢，它就变成了变成这么大了呀。可是在这个时间点上，在这个时间线上，在时间我们还没有它这外边还没出来，或者说它靠这边的，它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还没出来的时候，但是它那个要长成大的那个回旋器它已经过去了。因为从回旋器，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有形的食物，有形的食物它都要是经过一个从无来生有，无形到有形，无形到有形。所以这个无形有形，它从这个有形它生成这个的无形，这个无形再变成这个有形。所以当这个到了这儿，这个有形还没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一刹那，但是它这块呢它已经有了，他已经有了，他有了，由他来生活的他已经也模模糊的有了。这里说在这个物体里面，实体物里边，这个实体物里边它包含着要生成他，生成他，而且这里边它也包含着他，包含他，从这儿从这一发展他包含他，一发展他包含他，那也包含他，这个正包含着，一定包含着，就包从这里边包含着这一切，从这里边也还包含着它这个内容，包含这个内容。所以这个时间混化，这一个里边就包括着过去，包含着过去。但是离得它越远，它信息量越少，越往后，信息量它直接导出来的东西会非常明显。再进一步就差了一点，因为当时他们这个混化。它都是有变化内容的，因为它一起这个东西，它都要和周围混化的。所以这样的混化，所以这里边包括这些混化过来的，它也包括也还包括这些混化的。但是怎么样呢？因为周围这个环境有什么偶然性，这都不一定了。所以说对未来的预知，对未来的预知，
对未来的预知离得越远越不准确。你要想知道它非常的非常准确怎么办呢？不能光从它，得从整体来考察。就是说对你要想预知未来预知得非常准，这整体来考察整个。光考察不行了，考察整体，考察整体，这么多整体互相变化之间出来就有结果，那得考察回来了。一般的那就是我们的智力就不大容易达得到了，你要考察这么多东西而整体考察它就比较困难一点。所以一般的考察这个线好考察，考察那么整个的锅就比较难捉了一点，因为都是未知数，大海捞针。所以一般来说考察一个单纯的离得比较近的未来好考察，离远了就不好考察了。这是时间混化，它从变化过来的，因为我们这样把它给从空间摆起来的。可是呢实际来讲呢，咱们具体事物的变化它是从小到大，从小到大，这个小到大呢它没占空间，它就套在这里边了，一圈一圈的。一圈就套起来的。所以咱们这么摆呀，这空间的位置啊，找一个小树小芽，这是这去年什么时间的，这是去年春天的，去年夏天的，冬天的，是今天春天的啊，今天夏天，今天秋天，到今天秋天了，到这么大了。可是咱们这是拿空间那么摆起来了，可是咱们这个实际物证可摆不出来啊。这一棵小树去年春天这个样子哪儿找去？没了，它哪儿去了呢？存在这里边了。去年夏天的这个样子也存在这里边了，秋天这个样子也存这里边了，冬天这个样子也存这里边了，今天春天这样子也在这里边，今天夏天也在这里边，这秋天到了这儿，这个秋天的像这个样子呢把它前面都存起来了，把藏起来了。所以这里呢这个具体实物里边就混化着过去的时间，这一刹那的时间表现，这个时间结构里边，这个时间里边的话它有这个空间结构了，是吧？空间结构里边包含着过去，因为这个时间结构是这样叫时间结构，这时间结构，而这每一刹那的一个结构包含着过去也包含着未来，这就叫做时间，这就叫做时间混化啊、哦、时间混化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呢，同学们不大好领会，不大好理解，他怎么能够混化？所以咱们就举例子，不是举例，打比喻啊，打比喻。因为任何一个事物过去了，一个事物过去了，用移动的东西，它得有信息。咱们这儿讲课，讲完了课之后，同学们就走，我也走。这是个时间过程，你走了又空了，走了空了。可是呢我们在这儿活动的这些信息，这么多人不好追一个人，就是追我，我这儿讲，这儿讲讲讲讲讲完了走，完了之后呢我们用一个红外线复像仪，这儿都人都走了没人了，红外线复像仪这儿一照，哎，就把我这讲课内容，我就给人照出来了，把我像也照出来了。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定时间怎么搞啊，还没这个仪器还不会定。我这做个讲，他很难说把我讲话的前前后后都这么，对，从头到尾那么记下来不大好弄。反正我一个形象好找，可是像我讲话的前后次序可能就不好弄了，因为咱们仪器还不那么准确，时间定位也还不好定。将来以后也可能能不能进展到以前这个，我这掐一下，我要它一开始的，但以后来的能不能那是另外一个，现在还做不到。我这讲课完了，我这走了，我这人一走，人走了，拿一个机器照出来了，啊，就说人的活动有信息，这个信息可以在空间留下，空间可以留下，存起来，
那么既然这个空间可以留下，那么这个具体事物，比如我给你讲话，我走了，我也是个物啊，也是个回旋器啊，大自然这个回旋器把我这个信息还能存下来，那么我自己呢，当然也可以把我这活动的信息储存下来。我在说话，我走了，空间留下了，我这人体里边也会留下我这干这些事情的信息，会留着。只不过呢，现在还没有仪器从那里边照相啊，因为里边呢有好多生命活动，把那电磁波的干扰照不出来了。因为这空间里面，如果别人不来干扰它，我走了之后，因为我这里生物电磁波对这个地磁起了干扰之后，扰动之后，它这有一个信息，所以这里边信息好提取，好提取出来。可人体这边这个信息呢，就不好提取了。空间里边有这个信息，那么这个桌子里边可不可以有啊？桌子里边也可以有，每个同学里边能不有啊？也可以有，可以。所以这个信息呢，是可以互相兼容的，可以储存的。所以有的人也就会能有功能，一看你一出门，哎，我认识我，那跟你们庞老师什么时候见面的呀？他一这么跟说，哎，你这是带着呢，庞老师给你们讲课了是不是？庞老师那是伸手又是张牙舞爪的，庞老师这是在干事情，你看着了，这也可以，因为空间都可以保留信息嘛。每个具体物里边，现在拿这个这个教鞭，别人一看，哎，庞老师拿个教鞭来着，那信息都存在里边去了。就这样把过去的信息混到这个具体物当中来了，而这个信息它是它不占时间不占空间，是无限的。一个信息量一出去哇，出去了，可以把信息给你，也可以给他，也可以给，可以给张三，也可以给李四，给王五，每个人都收一个信息，都收进去了。就好比什么呢，以前打这个比方，一个月亮，天上一个月亮，可到哪儿看看水里边都可以，个水里边可以显出个月亮来，这儿一个信息，各种事物都可以把它收进去，每个事物上收的一个信息同样还得有，它信息是全方位的，一个小信息全方位的，到哪儿去都有，当然信息的能量就减少了。就是说对过去啊，就是对过去，未来呢，就放在我讲这个。未来不好理解啊，咱们大家总想，说我今天到了这儿，怎么明天的事儿就会现在能知道呢？因为咱们呢，只是习惯了空间的问题，空间，而且也只是习惯了实体性物质、实体的东西。咱们以前看东西，看这个实体物一撞墙。非得这儿撞上才叫撞上墙了，咱们普通人的概念就得撞墙了。可有超常就能不然，他还没碰上他就感觉到了啊，就撞墙了。所以有的人将来敏感了之后，有了功能有时候也不太好。怎么不太好呢？当两个人比较挺熟，信息接通比较多，咱们那没功能的人呢，因为张三对你不好，见你面你怎么回事情，瞪你一眼，说那句话，你看是瞪眼了，说话声挺大，哎，真发生脾气啊。可是将来你有了功能以后呢，他也不瞪眼，他也不骂街，也不说话，他心里面这么一讨厌，他刚那么一动还没说话呢，你就感觉到了，哎，真难受，你就感觉到难受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人呢，已经只是习惯了这个实体性物质，声音，说话的声音，实际上又碰你一下，光线刺激你一下，只是习惯这个东西了，而这个气的东西还不习惯。将来有了功能以后呢，你这样
别人去要一挤你，一挤你还没挤上你，你就觉得压力来了，就觉得有压力。还不要说练超长距离，练过去练武术啊，感知功能强了。他走着走着，拿刀那么一砍，还没砍上他，感觉着了。得要再砍上再感觉，来不及了，就是。这一砍，一方是有声音，有那个金披风的声音；有的就是没有那个声音，也可以感知到了，因为那是武术打架那个斗武啊，哪个人拿刀那么打，那个打那是低水平的，高水平的那都是一个两个剑，你拿个刀我拿个剑，离着5米8米的拿一个剑气出去的，拿剑气出去的。有人两个人那么刚才过去说两个人怎么不动手，走再动，拿这个气看看有没有漏洞，没漏洞是谁也不能近身，一近身就高手动武，没有现在是瞎蹦跶的啊。哎，就稳稳当当那么走，拿着你指着我指着你这么动的，拿了个剑气，那个气互相问气儿呢，问着气儿呢，问着气儿才行，那个气儿来问着你，这儿稍稍有个漏洞，他那个气往上一冲，哦，就冲进去了。因为你不敢，没漏洞你不敢冲，你这儿一冲好了，你一点一击中，你这儿往这儿一击中，好，别人就空了，因为这浑元气眼一点一击中都击中这儿了，别人就空了，别人空了你这身就防不住了，给对方留一个空子，所以都不敢轻易动手。练武术都可以这个样子，可以将来练喜欢超长距离呢，比那还敏感，所以空间能感觉到了。那么时间也是一样啊，这个时间看他们来的呀，当过来，这个时间到了点了，它时间结果它也早过去了，已经过来了，所以未知的东西就在这里边呢，啊，就在这里边呢。这是时空混化的时间混化的问题。这个未来的话呢，就是我给大家这么讲了，我们就可以说什么呢，就是现在生物光照相和咱们普通光线照相不一样。普通光线照相啊，只要有个具体实物才能照回来了，可生物光照相呢，没这个东西现在也可以照回来了，啊，也可以照回来了。因为这一个叶子，一个树，长个叉叉，这要长叶子，叶子还没长，好了，它这个气儿先出来了，气儿就出来了，气儿往外一长出来，才长叶子呢。咱们现在知道有生物光科学了。啊，生物光怎么引导叶子长啊？这还没搞清楚。叶子没长之前先长生物光，这生物光的叶子一个形状，这一个树干长个叉，这叉还没出来，生物光出来了。可是呢，我们普通人你就看不到生物光，只能看一个树叉或叶子长出来之后，哦，这长出来了。有预知人家有功能的人呢，啊，哦，这儿长个叉了啊，这个树这儿长个叉，这儿长个叉，他说今天是这儿长个叉，明天后天叉儿才长出来，这也不是预知功能了吗？这不是预知功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例子好领会好理解，因为现在科学有了这样的实验，一讲哎，就是方老师讲的不对，因为他看着点气儿了，看着点气儿了。那个植物它这个生命力它是自然生命，这还好说啊，你这儿一看你们这儿有了生物光了，生物光能照回来了。在微细的时候呢，非常微细呢，它就没长出来，在这干里边藏着呢。这儿长生物光，这儿存着一团光，有功能一看呢，但是现在照不出来，有功能一看哎，这儿一团光，一对光就知道，一看哦，要长这个，也知道了，因为它这里边已经含有一个，就含有它不是那么大了，没该将来要长个叉叉，这个叉的话呢，它很小的，将来就在这儿长叉的，
可是在这儿的时候呢还很小，里边储存起来了，非常微细的，非常微细的，还没展开。所以他在这一看，哦，这有个没展开的，哦，他这要长叉，这就这个道理。它里边实际上含着它这里边变化的内容呢，所以这一个变化不是到了这儿才变的，它是连续变化，连续变化，连续变化里边它就这个物质的结果成的现实，是从这儿就开始孕育给它带起作用的，就从这儿开始孕育的起作用的。当然了，它能不能成为现实，咱们讲了还得混化呀，只有有这个环境它才能出来呀，没这个环境它就出不来呀，它就出不来呀。所以这里说，现在这么讲成了宿命论了，他这孕育它一定怎么怎么着，哎，不，现在还要看后来的环境，还得看后来的环境。所以混化理论既是定的又是不定的。这么来看，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既是一定了的，又是不定的，又是可变的。它不定就没有遗传性了，它定啊，如果广定不变，那么就完全死了。就是王老师啊，这个事情讲植物还能理解，讲人，人是活的，人是活的，那明天要车撞死，那怎么知道？明天上大街去，明天上大街去，几个人一吵一碰，那就撞死了，车撞死了，这怎么，这不是定了？这不是命运定的吗？不是命运定的，因为你能够从这全方位的考察整体了，本来还在这儿呢，你这功能一查，把这整体都查上了。因为以它为中心，它们彼此怎么起作用，到了明天他这完全发展到这儿，发展以后呢，互相好的因素起作用，这儿一弯，这儿跑，这儿一跑，哎，撞死了，就成为现实了，已经成为现实了。虽然时间还没到，明天就是你怎么跑也跑不了，非得撞死这儿不行。他我先告诉他，也可能正因为你告诉他才撞死那儿，你又不告诉他还撞不死那儿，就是。就这么的因果关系嘛，好多全方位的因果就成这么个现实。我在去年我听了这么一个事情，可能我给咱们一年级同学二年级同学讲过了，说有一个司机从北京出去，那个司机可能有点功能，他早晨做不是那个早晨起床，他做了个梦，他梦见什么呢，今天撞死个人，开车撞死个人，撞死个女的，穿了个花袄，花袄看很清楚，记得很清楚。司机就怕做这样的梦，也怕别人说这个不吉利的话，从北京往外开车，可能过了大兴县，哎，也看了个女的了，就是做梦那个女的，他今儿我可别撞死她，可别撞死他，说得了，我这回就撞不死他了，我把那个棉袄我买了他的，把那外衣，他说这他下了车，哎，大姐，你把这个棉衣卖给我吧，我给你100块钱，这好几年的以前的事情了，一个啊，不是，还不是棉衣，这就是单衣，这外一个外衣，他就卖给我100块钱，我买你的，但是不是100块钱，可能还要贵一点，他比那个衣服要贵好多钱，贵好多倍。他们司机有个迷信思想啊，有个迷信思想，他说我这样呢，说压死他了，我不压他，把这个衣服买过来之后，我拿这个车压这个衣服压过去，我就不得解了这个灾了。
那个女的又不是怎么回事呢，她非要买这个衣服不行，她说这衣服有用，你卖给我吧，多少钱，那这不算什么，你一听挺贵，卖给她吧，卖给她，她就把这衣服呢，她压过去了，压过去走过去，没走个100米，后来出车祸了。他可能那个女的去捡那个衣服去了呀，后头来车把他压死了。实际上没看到这个，他是司机，他功能不强，他是说是压死这个人，压死了，他赶着压死这个人了，赶一做梦的时候预知功能赶着压死这个人了，其实不是他压死的，这就是他做了这个梦，才是那个他做了这个梦，他就决定了他要买那个衣服去，买那个衣服，把那个衣服他压过去了，那个女的要上这车开车走了，那个女的看他也走了，也不要衣服了，我得拿衣服要过来，把这钱正合适，我还多赚点钱，这一赚钱好了，把命赚进去了。所以这个预知功能啊，就是这么偶然性碰到一块再出了一个必然结果，因为你真正用功能感觉到了是这个样子，那怎么也变不了，绝对变不了。算卦呢不行，算卦呢可以变，算卦是死的，从这一算啊，这个算这儿，他就算卦就没放进这个周围混化去，没有周围混化内容，他不是感觉到的，从这儿从他这个固定的算过来的，说可以准可以不准，你这语言功能感觉到就能绝对变不了啊，绝对变不了。那不是在82年出了一本书，关于国外的特异功能，就是要记载很多的事例，其中有一个特异功能者就是什么嘛，他说他预知错不了，错不了吗？那个一个也是搞科研的人，他就问他，可这个人他自己还会宰还会搞这个，当个这个屠夫啊，哈哈，宰猪啊宰羊都会宰，他就是跟他问那个特异功能，他说今天我要宰个猪，你说宰一个黑的一个白的，你说宰哪一个？他说宰白的，他宰白的，我就宰黑的，今天晚上就宰黑的。哦，到了晚上突然断电了，可是他那个两个猪在两个棚子放着呢，两个猪放着呢，他黑了也没电，我也宰，我摸着黑宰，哎，摸着黑宰正好，那个猪把这个卷门拱破了，两个猪跑给串了窝了，然后第二天一看，这还到宰，还是宰这个白的，还是，因为他感觉跟咱们现在你看着宰那个，你我昨天感觉到的，我看的是宰的是黑的，我说宰的是白的，就跟你今天看那个宰那个白的是一回事，成为现实了，那是你变不了，就是因为他就是要说我宰黑的，这黑的是这个圈里边的，他就在这个圈里边猪就宰，嗯，到时候宰成白的了，嗯，所以别人一听就以为是宿命论，不是宿命论，有客观变化规律，反正第二天你看见也死了嘛，这不是宿命论，是有个决定者，有个老天爷谁给你定了，阎王爷给你定了。以前那么讲嘛，未问生先问死，说一个鬼呀，啊，到阎王爷那儿说你要逃生去吧，阎王说什么时候回来呀，阎王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死，说阎王爷就给你定了，这叫生死定了，生死簿嘛，迷判官手拿生死簿嘛，是那说那个宿命论是这么个意思，我们讲的话呢，事物也有个生死变化规律，它总得有个死的地方，有个生的地方，有个死的地方，他不可能人生了没个地儿生的，要死没地儿死了，他总得有个生死，这是个规律，只不过你提前知道他了就行了。一般的规律是事后总结他，这个你事前就知道就这个样子了，就这么个问题。这个事物的规律是事物本身，大自然万事万物彼此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，不是谁来决定它的。我们人因为一知道了这个规律，就以为是有人定了，就成宿命论了。
就是由于我们人呢对事物还都处于无知的，就是因为这碰墙，一碰墙碰上了，哦碰了，已经习惯于这样思维了，就不习惯思维这样，一碰到这儿，哎呦碰墙了，那气儿碰上了，就不习惯这种思维。这个习惯不习惯吗？所以这个时间一到了，时间这个事情这个事物还在这儿，可那个气儿已经到这儿了，形象都显出来了，所以就以为是定了，其实呢是他这儿的缘故直接过来的，就是时间混化啊，时间混化。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啊，古人为什么是说练功不要先出功呢？先练心定，得定得住。什么道理呢？就要脱离人之常情，要摆脱人之常情，普通的正常的那些感情那种思维方法，他本来就是自然的，他这出来犯了一点死，这个人就到了这儿就死，你知道他也好不知道他也好他就要死。可是普通人呢一个人要死了就不行了，哎呀这个痛苦就受不了了，明明明天死他不知道，今天还是高高兴兴蹦蹦跳跳有说有笑，你说你明天就死了啊，明天早晨三点半就死了，还不到死先难受上了，就哭啊不舒服啊难受啊。如果不是这样子呢，今天是10月8号，到了咱们12月31号23:59:59，那时候那车撞死，你知道了撞死，要是不是撞死啊怎么呢，一下把腿撞断了，一个腿撞断了，一个胳膊撞没有了，把耳朵撞没了，脑袋也开瓢了，活了之后眼睛也瞎了，知道这个结果了。这还没撞呢，这前面这2个月这3个月就甭想活了，寻死寻活的。为什么呢？人之常情啊，人之常情啊，你要跟着本来自然就是如此，就这个样子，到那个时候有了功能，什么都是置之度外，都无所谓，自己死就死，家里边人死就死，亲朋好友死就死，有一个跟你最坏最不好的一个朋友这么个人，他觉得他明天得个大好事，哎，也不嫉妒也不生气，都那个心平气和，到了那种程度生死一如，顺逆一如，到那个有的功能那才行。所以我们现在练，有一些练功能出功能，出的功能好事就高兴死，坏事就愁死，反正活不了那就坏了。所以练气功啊，就是要么走向自然，当然了，你练功就真这么练功，有了功能以后呢，将来这些事儿这都避免了，他就不会有那些坏事情了。你非要强，你自己不从前面修炼，你光先练一个功能，光练一个东西，你还没那么个基础，出了功能了也倒霉事儿。有了功能还不如没功能好，有功能你就会瞎嚷瞎显呗。不有一个人，也是那个特异功能里边讲的，那本书里边讲的一个外国人，他叫地震，在监狱里边他嚷地震啦，快出去，要地震啦，快要地震啦，他让快出去，还没地震呢，看这个狱里边人都闹起来，抓抓抓抓抓要往外跑，赶紧记者一看怎么回事，嚷什么呢，闹什么事，什么地震，捆上他，绑上他，捆上他，绑上他了，刚递着刚要递给了人家的没绑给他，刚一晃都跑过去把他绑着把他砸死了也不倒霉事儿，他讲地震了不跟你砸死了，快往外跑，快往外跑，最后还是砸死他了。你要不嚷呢，你不这么着急呢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所以有了功能，过去讲啊，所以以前讲叫做泄露天机，你有了功能泄露天机你就倒霉了，倒霉了，
其实不是别的，你这一嚷啊，大家都人之常情，你这一搞搞什么危言耸听的东西，那社会非给你招来灾祸不行。所以你自己没脱离人之常情嘛，就是失控恐化，就这个道理，是吧？像讲这个问题啊，讲话讲的很少，内容就那么多，但是你要把它琢磨开，想开可不那么简单。想开了之后，你就从这一点儿就可以有，真想通了，就可以知道过去，也可以知道未来。可就我们脑子里边呢，就这个大石刀的不容易破开，破不开，总是感觉不到周围这个东西。这儿一破开，打破这观念，好了，就感觉到了。这儿一打破这观念，好了，这儿感觉到了，就感觉到了，就这样子。真要内心的真懂了理，理真正懂了，理就是法。但是我们呢，这个习惯势力不好解脱啊，多少年习惯形成了，佛家观也叫无明啊，不明了啊。啊，无明，不明了，不明白，有糊涂，也叫愚蠢。所以有了这个无明，一些嘛愚蠢嘛，但你就聪明不了了，你就不知道了，也习惯了，习惯的东西。这个时间混化，给同学们就多说了点，也还说了点不相干的东西。大家你得从这不相干的东西当中呢，你要去琢磨琢磨里边有什么道理。因为光讲这个具体事儿，光用逻辑原讲讲不开，就讲点什么细节的事儿，这些事儿就都是来讲这些问题的。下面再讲空间混化啊，空间混化。因为时间混化，一个时间每一刹那包含着过去，包含着未来，这不好理解。空间混化呢，似乎是稍稍好理解一点，空间混化似乎是稍稍好理解一点。空间混化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空间混化应该是从这么两层意思来讲它，就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，它都得在空间存在着。它就是都在这个原始混元气大背景当中来存在着。我们说这个空间主要是咱们讲咱们这个宇宙，别的宇宙咱不说了啊，咱们认识到的这个宇宙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混元气来养活过来的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空间就是指我们这个原始混元气，大家应该明了这个东西。我们说的空间实际是我们指的原始混元气，我们这个宇宙的原始混元气。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在这个空间当中来进行变化着的。因为这个物质是这个原始混元气变过来的，所以这个时间和空间，这个空间也就是原始混元气的空间变啊，这空间形式。而这个空间没有具体物，但这个空间里面，那么具体事物的混元气可以存在这儿。这儿有空间，这是空间，这是空的。这里边原始，这是本身是原始混元气啊。如果把那么空气除掉，电子波也除掉，这个情况啊，这是原始混元气。那么各种事物里边它存在，你看咱们这儿，空气分子有啊，电磁波有啊，有这个信息。那么这个空间里面人的信息也有啊，张三的信息、李四的信息也有啊，都有啊。所以这个信息是混化着的，因为信息它本身就不占位置啊，不占那个位置。你有多个信息可以互相镶嵌着存在。互相镶嵌起来啊，它一个它就冲叠起来，
因为它不占位置嘛，它不没有位置，它没个位置感，所以你要多水也挤不上，你也装不满它，有多水也装不满它。所以这个空间呢，它是有各种信息的，都在里边混着的。当然了，这个空间原始混元气它在一混可以生成物质，那是另外说，但是混元气本身它可以跟它混化着，各种事物的信息都可以来这儿集中起来。具体事物，那么空间是这个样子了，具体事物呢，这个具体事物它在这个人耳空间里面，那个空间的混元气跟它有兼容的，就是空间里边都可以包存很多受力信息，那么这个具体事物当中它也占领这个空间，它这里边也可以包含着各种信息。因为这空间都可以存信息，具体事物当然就可以更可以存了，它存的就可以更多了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啊，我们就必须要会这样领会和理解这个信息。为什么咱们气功师们来一个张三，张三来了找气功师啊，老师啊，我母亲病了啊，你母亲有溃疡病，怎么张三来，这个气功一看张三就跟他母亲有溃疡病吗？因为张三身上有他母亲的信息，带着他母亲的信息了，这空间的混化呀，他母亲那个空间占位性那个信息就在张三身上带着了。关系比较密切的人，这个信息量反应比较清晰，比较清楚，好捉。关系不密切，他这个混元气它是差度比较大，它这个情况呢，这个反应信息量模糊一点，不好捉，但是特殊也是可以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啊，希望大家对空间信息要这么认识。而且这个空间呢，不能在食物里边完全空的里边，好的也有。一开始我们练气功只能从食物啊，是这个实体物有什么信息，跟它密切有信息，能知道这个东西。将来以后呢，根本就不需要实物了，就从凭空就能了解事情，凭空就能了解事情。我记得我一个朋友，他在77年治一个病，治一个病呢，那个病啊是一个癌症，不是癌症，白血病。白血病给看了之后，就怎么治啊？用药治。用药治，当时他又这个朋友不懂医呀、啊，白天也不知道什么药，晚上练功入境了，给这个张三治病，给张三治病，用什么治啊？说什么什么什么治好了。脑子出来这么一个草，哦，这个草认得啊，又是一朵花，这花认得，又是出个大树根，这个大树根什么情况，这个不知道啊。三味药，那两个药得他给你采一下，给你采一下，这个树根不知道，哎，这树根没见过，叫什么，这叫什么呀，叫什么呀，哎，出两个字，虎杖。以后他来问我，这老彭啊，有中药有虎杖没有？我说有，解毒的，治疮。哎，治对了，我说治，我那练功的时候治癌，出个大树根。我说虎杖就是树根。那怎么来的？就从空间得到信息。咱们空间当中有各种事物的信息，因为他能看病，他捉到那个病的信息了，什么来治他？咱们不讲有个同构耦合的问题吗？啊？跟他对应的，他用来治他，哎，这个信息能治他，这个信息物就出来了，就这么个问题。所以原来有些功能都是神，哪是神呢？就是原体里边捕捉的信息，捕捉空间当中，空中当中存的各种信息，
意识本身来加工跟它相对啊，它这是这个它这个互补的这个情况啊。咱们前面画那个图，这是那个病，这是这么个病，这个病谁来治他？他来治他，他跟他耦合的。大自然里有这个信息啊，谁含这个信息啊？在、哦、这个草含这个信息，谁含这个信息？这个花含这个信息，他们俩信息含树根含的信息，有这个信息，有信息把那个信息原物表现出来了，信息原物出来，个树根出来了，他不认得他，可是树根有名了。这树根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把那个信，把那个名词和它就对上了。知识，所以为什么说练了功之后，所以是一开悟之后，一旦豁然开悟，这什么知识都可以知道。不是说六祖慧能，他是个文盲，一个字不识，就听见一个上机赶集，听一个念《金刚经》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哎，什么的心里边什么也不应该有，应无所住啊，什么都不应该住，不应该停住，这样去起念头，就什么都不着。哎，他脑袋边听一个一句话悟了，去找五祖，然后就呢，所以到了五祖那儿也没怎么情况，也没怎么练功啊，就是倒米去了。半年之后，不是传给他法医的吗？当接班人的吗？就是。他听了一句话，明白了，以后再练功，练功之后，什么经他都会讲，佛经什么经都会讲，他不认得字儿，他也不念经，他也不看，要讲什么经，到哪儿讲什么经，他讲什么经，他你念吧。他到他那儿正在避难的，上一个村里边去，人那儿一个居士，念《法华经》。他念整天背法华经，念诵法华背了好多年了，他说请他，你给讲法华经吧。他说我不认识字，你念。然后给念念念念，他得听着念的什么呢？因这个释迦牟尼佛一大世因缘出现一世，就是开佛之见呢，悟佛之见呢，是这个之见的问题啊。啊，就听，就到这儿，就给你讲《法华经》的根本关键，根本的就在这儿呢，给你讲道理。嗯，他会讲，这是哪儿来呢？就从空中当中、空间当中捉取的各种信息。因为空间当中有各种信息混化在这儿呢，你再能把它捉出来、提出来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一样，还没来的事情，这信息还没出现。啊，咱也不知道。未知事物，就是以及古人他不能预言原子弹，就这个道理。客观事物还没有，他怎么有人死怎么知道？你看人家死，那个人这个信息在这儿的，那个信息演化，它没发生质的变化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空间混化呀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遥控诊断。遥控治疗都是靠这个空间混化来完成的。将来后面以后还讲这个时空整体观，时间和空间整体还要讲这些问题。这个时间和空间本身也在混化啊，时间和空间也混，这样呢它的混呢混成一个整体。在咱们讲整体观，咱们再讲这些问题。我想咱们前面讲的这几个问题啊，就是本来这个时空混化是个大的问题，可是讲下来的话讲得很简单，可是最难领会，最难理解，只能根据咱们讲的这个事儿，这么慢慢去琢磨，这得靠个琢磨劲儿。你光从字面的看不行，懂不了，琢磨懂，能琢磨多少算多少。大家就是多琢磨这个，尤其是时间问题，时间和空间都是统一的，多琢磨它。这个里边包含它也还包含它，多琢磨这个东西，琢磨不通就用我无明，不习惯，总习惯这个大实招，这个虚的不习惯。讲整体的时候还在讲这个问题啊，今天我也讲课就讲到这儿。
Thank you.